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个人的感受是，当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豁出去的时候，他就要成功了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这条狗就从来没有认识我的时候，因为你看上去从来也不像一个好人。你能不能把这条狗从我旁边弄开？坑特尔，上楼去。喝酒吗？芝华士的绿茶。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从来不喝那个吗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那个特服。对呀，哎，没错，的确特服。但是我刘博就是一个俗人，我都奇了怪了。哎，你说你怎么能嫁给我呢？啊，族人，我们听点音乐吧。哎，最近周强和他老婆的关系不太好。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。这样吧，哪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天桥听相声吧。郭德纲的相声特别逗乐。你的趣味一定要这么低俗吗？低俗？你对所有跟艺术沾边的东西一概不喜欢。去听相声，坐在那儿张了嘴在那儿傻乐之外，你对什么还感兴趣？如果你要是个工作狂的话，也许还情有可原。可是我看到的是，你除了会把公司的一切扔给周强之外，什么也不会。哦，对了，你可能对找小姐还有点兴趣，对那个有点像小姐的花家也一样。我怎么跟你这么一个
无趣的男人生活在一起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恰恰是因为我这样一个无趣的人，才给了你现在的一切，大房子，舒适的生活。我可从来没有说我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，而且我也不想跟你吵架。哎，去楼上问一下亨特吧。什么？我让你上去喂一下狗。算了，他看见我就跟看见狗粮似的。你不觉得你应该主动去喂喂他？你们俩应该增进一下感情。增进感情？我和狗？对，亨特很明白你对他的态度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某些方面，这只狗是一个比我智商还高的生物？亨特尔在很多时候看起来确实比你聪明。行了吧，狗粮放哪儿了？就在狗窝旁边第三个柜子。说起来，如果要是我真死了的话，我的股份也同样会转移到你的名下。谢霆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？啊？你明明知道那只狗看我的眼神就跟有深仇大恨似的，你还让我去喂它，它差点把我手咬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得慢慢来，你还真的指望你喂它一次就让它对你有所改观吗？哼。反正我是没指望他对我有什么改观。嗯，不太一样。那么你喝的是什么 ？XO 啊。XO。那为什么你喝的是 XO？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开始了。对，开始了。那我们就在这儿。亲爱的，我们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来干一杯吧。味道怎么样？就是缺了点绿茶，有点苦。抱歉，可能是我调制它的方式有点问题。是吗？当初我们是为了度周末才买下这栋房子，可你倒好，现在搬过来住了，连家都不回。这儿本来就是我的家。切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说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你有什么可住的啊？还是说你觉得看见我就烦？哼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对了，这附近那个可以送东西的电话你有吧？打电话叫他们送点吃的过来。电话放哪儿了？我已经打过了，他们下午就会送过来。那你一定要订啤酒，因为周强喜欢喝啤酒，所以一定要给他订上。
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打吧，让他们下午送来的时候一起拿过来。你把电话放哪儿了？藏起来了。你干嘛要把电话藏起来？难道有人给你打骚扰电话吗？不是。啊，那你干嘛要把电话藏起来？这样你就不能够给别人打电话了。我能给谁打电话？医生。我为什么要给医生打电话？因为其实我刚才给你喝的是一杯鸡尾酒，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。好吧，就算是你为我精心调制的鸡尾酒，那我干嘛要给医生打电话呢？因为那是用毒药调制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我给你下毒了。你给我下毒了？对，所以我把电话藏起来了，这样你就没办法给任何人打电话。我就是要看着你在我眼前慢慢的死掉。谢。刘博，其实我早就跟你的合作伙伴在一起了，他比起你来可是要强得太多了，所以你的股份到我的名下岂不是更好？我会让公司蒸蒸日上的。你觉着我刚才演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的表现怎么样？棒极了。你觉得我演的刘博不能拿奥斯卡小金人吗？有点过。说实在的，他真没你想的那么差劲。啊，是吗？我还觉得我做的远远不够呢。你现在可能未必有我了解你的老公。是吗？是啊，因为你只有晚上和他在一起，而我呢，作为他的合伙人，我是每天都要看见他的。虽然他在公司里什么事情都不管，但是我还是给了他足够的尊重。那是因为他手里拿着相对多的股权，知道吗？不管从任何方面，你都应该是可怜我的。你还真的挺可怜的。你可以走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想吸烟了，你知道吗？
自从我见了你发明的那个尼古丁毒药之后，我这辈子也不想抽烟了。很快，刘伯也会这一辈子再也不抽烟了。我的这个发明怎么样？只可惜他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一定要兑在酒里才能够赢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上一杯。你跟谢宁的关系我都清楚，你想想，如果我把这一切告诉了周强，会是什么结果？照我说的去做，把周强干掉，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，我们组织三 P 家庭，他的股份全是你的。亲爱的，刘伯死了以后，他在公司所有的股份都会到我的名下吗？这一点我们不是已经都说清楚了吗？那我们一定会带领公司蒸蒸日上，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的。他死了以后，我会接替他在公司董事长的位置。你一定要帮我，你知道我在公司这方面还是个空白，你一定尽你全力帮我，让我在公司树立我的形象。我说宝贝儿，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为公司的事情费心，因为我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。况且去做一个领导也不是一件非常省心的事儿。你可以去乖乖的做你的小妇人，逛逛商场，遛遛狗，好好的享受生活。这跟刘伯对待我有什么不一样？可你怎么就知道我做不好？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够了。我想自己做点事情更有价值一些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将是这个公司最大股权人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花家那边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对他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。如果我不爱你，我干嘛要对你说这些话？我知道，但是你现在必须得走了，马上离开这儿了。你应该去好好准备一下。我想知道你明天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，准备好了吗？明天事情都准备好了。我们约的是8点就到这儿，对吧？我会在路上拖延一点时间。我和花家差不多8:30左右的时间到这儿吧，记住啊，是8:30，所以你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的事情都要做好。干嘛那么紧张？来，放松一下。害怕吗？不怕，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，更何况还有你陪着我。再用不了26个小时以后，游戏就要开始了。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为公司的事情费心，
因为我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。你当然做不好，因为你没有任何管理企业的经验，这跟安排你没有关系。我要对公司的员工负责，我要对公司负责，这个公司倾注了我全部的精力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就是这个公司最大股权人。这是我一个人的世界，我并不惧怕孤独，甚至非常享受。一旦有人试图闯进来的时候，得到的绝不是安抚，因为我不会与人分享，我会把它撕碎，撕得粉碎。千娘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不是约了周强他们过来度周末吗？公司没事儿吗？有啊，公司哪有没事儿的时候？公司里的事儿还不是我说了算呢，我说有事儿就有事儿，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。这样你不怕公司的人对你有意见吗？他们对我能有什么意见呢？我给他们开工资，他们在我这儿拿薪水，他们对我感激涕零，真是。你现在对公司的抱怨越来越多了，我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以前但凡我要求你在家里多陪陪我，多待一待，你总会跟我说，作为公司的领导人，是一定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的。别拿以前说事儿啊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我那是打翻身仗。现在翻身仗打赢了，我用不着身先士卒了，我现在是养尊处优，运筹帷幄，听起来像个独裁者。对呀，没错啊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是想满足你的虚荣心吧。可是据我知道，现在公司真正的领导人好像是周强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认真的认识自己。别看公司现在好多事情周强在打理，那没用。我带着这公司打天下从无到有的时候，他周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他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第一个应该感谢的是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公司我现在仍然是大股东。那你说周强会不会不甘心啊？有什么不甘心啊？他为公司做了那么多事儿，
可现在最大的股东还是你啊。哎，你今天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今天请周强过来度周末，你非得弄得我不想见他是怎么着？我只是想提醒你注意你的合作伙伴，周强可没那么简单，他可是个很有野心的人。周强和花家到底什么时候来呀？8点吧，约好了晚上8点呢。喝点酒吧，就来你最喜欢的威士忌加苏打水。我戒酒了。为什么？心脏不好。我刚看过一篇报道，说长期饮酒和抽烟的人，如果一下子戒掉的话，对身体更不好。所以你可以试着少喝点酒，少量饮酒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。开始关心我了，那就来杯苏打水吧。确定不喝酒了？不喝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亲密一点。现在这儿挺好。我知道我过去老是埋怨你，说你对我不够好，可是最近我也好好想了想，我也不够好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改变一下现在的状况。老公，抱抱我吧。要不你亲我一下也行。谁让你刚才对我那么冷淡？你什么时候倒的这杯酒啊？刚才你在外面的时候。把我关在外头就为了倒这杯酒啊？我就想跟你开个玩笑，所以倒杯酒算是道歉吧。一杯酒就能道歉了？老公，我给你打盆热水泡个脚怎么样？
别动，还是让我来伺候你吧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。你要是今天晚上不走啊，我会给你更多的惊喜。我没说今天晚上走啊。那你就好好的享受呗。这雨天泡个热水脚还真是件舒服的事儿。是不是觉得浑身血脉都畅通了？你要是再喝上一杯，肯定感觉会更好。周强跟花家什么时候到啊？这要是看见我这儿，啊，哎，这有点不好意思啊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他们肯定会迟到的。拿条毛巾来吧。现在这洗浴中心泡脚啊，有茶寮、药寮，还真不知道这酒寮是什么滋味儿。谁让你把酒倒了？因为这是杯药酒。我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没听明白啊？我就让你明白。你觉着我演的刘伯不好吗？能不能拿那个小金人？有点过。说实在的，他真没你想的那么差劲。刘伯死了以后，他在公司所有的股份都会到我的名下吗？刘伯，其实我早就跟你的合作伙伴在一起了，他比起你来可是要强的太多了，所以你的股份到我的名下岂不是更好？我会让公司蒸蒸日上的。你现在一定觉得自己特别的高明，是吗？我现在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你才高兴呢，是吧？电影看多了吧？坐下！我让你坐下。你为什么要杀我呀？为财产？保险？那我告诉你，用手枪打死我，我身上会留下弹孔的，你会什么都得不到的。我什么也不要。我就是恨，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你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，让我一天一天的变老。你甚至都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，多看上我一眼。你还弄个什么恶心的录音笔？你以为你放个录音笔，在我从来都不浇的花盆里，我就不知道了吗？可笑了，你忘记了我是那么的爱你，所以你的一举一动我当然都会记在心里。刘伯，我为你放弃了那么多东西，我放弃了我的工作，放弃了去英国读书，可是我得到什么了？你说我得到什么了？我什么也得不到。你不去英国留学，也不是我强求跟你离婚的呀，我从来没提出要跟你离婚呢。好，那你好好想想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一个完整的笑脸？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，
到后来干脆你就躲着我，你当我是什么啊？不高兴就一脚踢开吗？哎呀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不爱你，那你呢？那我公司倒闭的时候你干什么呢？你那时候提出跟我离婚呢？对，我就是要跟你离婚，我是不会跟一个自暴自弃的失败者在一起的。我那个时候提出离婚，我是想让你重新的再站起来，懂吗？那我倒应该感谢你了。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只知道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，只有靠自己。坐下，坐下。你把枪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可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。哎呀，看来你真的是被我的小把戏给吓坏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录音笔是我跟周强故意录来给你听的。脑袋不长毛，可是你知道，这吹风除了能够吹头发，还能干什么吗？你现在面目狰狞的样子才是最可爱的。脉搏啊！你回急救吗？花姐，你先去谢宁的房间躲一会儿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叫你，快去。
不好找我们的股份凭证。好吧。亲我一下，亲我一画家走了吗？嗯，画家还在吗？嗯，哎呀，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。我们一直担心的警察甚至根本没有介入这件事儿，因为医院开出的证明是自然死亡，死于心脏病突发。一切都结束了。这儿地震了吗？为什么这么乱？我去倒酒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起来厨房有一瓶窝的嘎，我们还是喝那个吧。算了吧，我觉得我还是来杯鸡尾酒比较惬意。花家的围巾怎么在这儿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昨天他和你一起来的时候放在这儿了。他昨天晚上没有回家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晚上你走了没多久，雨停了他就走了。可他来酒柜这儿干什么？亲爱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昨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你还指望我把每个细节都记得吗？可是我觉得……你是来找他的还是来找我的？我只是随便问一下，我现在关心和在乎的只有你，而不是花家。我现在没心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会儿回来很多亲戚朋友，而我是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。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出现合适吗？好吧。我们俩的时间还长着呢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
你手上沾的只是刹车油，不用那么紧张。你应该放松一点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或者说马上就要成功了。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弄好了，在他回到那辆车之前，刹车油就会漏光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总觉得会出什么问题。放心吧，什么问题也出不了。别忘了，在停车的前面不到50米就有一个很急的陡坡。就算是一辆自行车，你会摔得粉身碎骨。身上还真好看，来喝一杯。现在周强所有的股份都在你的名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做个董事长怎么样啊？董事好啊，我给你当副手。你别逗我了，其实啊，我对这些东西也不在行，都交给你做就好了。我呢，只想做一个快乐的小女人。那怎么可以？怎么说，你也是公司的第二大股权人，所以以后公司重大的决策你还是要参与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关心，我只关心你。只关心我吗？嗯。可是我还是能闻到你身上一股刹车油的味儿。去洗个澡吧。我喊停了吗？怎么了就不演了？
发生什么问题就演不了了。导演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我没法演，我真没法演。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啊？那开机前剧本你不都看过了吗？我也跟你说过戏呀。但是我真的说服不了自己，当着这么多啊，这么多人的面把衣服全脱光。刚才拍之前不都清场了吗？你也看见了，就五六个人在现场。再说我这画面里要的是后背，露不着你前胸啊。那我也没法演。后天，后天全组杀青。没资金了，你知道吗？拖延周期，这个后果谁负责呀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演不了，就是演不了。那你说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您不就是想让我把衣服全脱了啊，然后把我的裸体照片放在你们的宣传册上，这样你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说中您心里的想法了吧？我现在要的这个形式是更能准确地体现出这两个女人内心世界。哎，来来来，您先别着急，花匠，你听我说，这还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啊，姐，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让我把衣服全脱光了放在大荧幕上，我真演不了，姐，我没法演。花匠，你听我说啊，剧本你看没看？看了吧？看了你就应该照着剧本来，你现在这样耽误我们大家的时间，你懂吗？啊？哎，你别跟着站刷不腰疼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您是一老演员，人家是一新人，您倒想脱呢，谁看呢？您要是全脱光了，咱这片子不就砸了吗？我们这戏啊，它早就砸了，因为我们这组里有一过气的二流男演员。你以为你谁呀？你早过气了，你边待着去吧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跟谁嚷嚷呢？谁二流？谁二流啊？你有病！我说什么了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你啊，你凭什么？你有那资格吗？你还跟我喊什么呀？等会儿别动我，谁动我跟谁急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甭跟他说，你跟他说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别跟这些别人说的，别跟他说。我什么说错了？姐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而且我说他有道理吗？我都是为了咱们这个戏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这么说话就没意思。我跟你讲啊，当演员你不能这么当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说我说错了吗？没错，您对的，您是对的，您是对的。跟我说，有本事他过来说来。没错，你看，他没完了。别生气，不行，你别管我，别过去，姐。你还有什么？你说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说错什么了？啊？没意思啊，你还过来跟我说话？当然。你有什么可跟我说？你有什么可跟我说？你就一老演员。说你明白吗？你家你这样，你说有什么可说的啊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可看的？你没什么资格跟我说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一老演员，老演员就应该跟女孩好好做出这榜样。你做出这榜样你就不行，你明白吗？你做出来你就不是你资格，这话就不应该你说，你明白？你没什么可跟我说的，你有什么可跟我说啊？我跟你说。你刚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的话你自己忘了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你一样说话，你说话的态度啊！你不要说那么负责任。我每句话都很负责任。你有问题？还有完没完的？这是拍摄现场，知道不知道？我不管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矛盾，现在是拍摄现场，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在工作，有点敬业精神行不行？私下的问题自己私下去解决去。有烟吗？你呢？哎，谁有烟啊？我有。好烟，抽得惯吗？凑合抽呗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可以拒绝，现在也可以说不演了，大不了
这部戏咱不拍了。周强，不愁片约。谢宁，回话剧圈演话剧去。最倒霉的是我，但是我要清楚地告诉你，损失最大的也是你。你想想，像你这样的新人把一个剧组给搅黄了，今后这圈里谁还敢用你演戏？您这么说，好像是我不懂事了。您也甭糊弄我，跟我说什么人物塑造，都是为了烘托气氛，站在那儿傻呆呆的。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，你都忘了是怎么着啊？导演，饭到了。行了，大伙儿都吃饭去吧，道具留下。十五分钟啊！十五分钟啊！那二十分钟吧。这么重要的道具，赶紧收起来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导演，锁道具箱里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啊，行了，行行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甭管了。哎，好，赶紧把刀子锁好啊。哎，好嘞，导演。吃饭都在外边，别进现场。大家抓紧时间吃饭啊，端饭开工。哎，导演，哎，怎么又把这盒给我搁这儿了？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换盘子和碗，别让我见这盒，见这盒我就晕。行，对不起，导演，这就给你换去啊。怎么样，一切都好了？我启发了一下。啊，哎，我特想知道。这启发这过程它是怎么样的哈，是吧？导演有自己的技巧。什么技巧啊？导演，别跟这儿黏黏糊糊的，有什么话等收了工回家慢慢说啊。导演，给您弄好了，你慢用。啊，对，导演，你觉得咱们这个戏观众能坚持看下去吗？什么意思？咱们这戏呢，就咱四个演员，而且场景就这么单一，我就担心这观众，他能耐心坐得住吗？咱们这个戏悬念设置还可以吧？我同意，我觉得能看得下去。为什么呀？你看过这悬疑片吧？嗯。这好的悬疑片必须得有 N 多个悬疑点，这悬疑点最好的地方一定是在影片最后面。说的不错。有方案吗？嗯，我吃好了。真弄不明白，这戏都快排完了，你们这儿说剧本没劲。这鞋穿着我真难受。换双拖鞋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烟吗？我今天身上有。我这对最后一场戏啊，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。哎，你听听啊，我觉得这……你吃完了吗？吃完了赶紧休妆去。你也快点吃，吃完了开工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开工了，马上开始了，都忙起来了。从上午断的地方开始啊，华家，从你脱衣服的地方开始啊。哎，导演，我还用帮他脱吗？你就别抢戏了，我要的就是自己脱，他把后背露给摄影机就完了。这边全清场啊，全清场，清了清了清了，清场。道具啊，来来来，导演，把刀插上。
我不喊停，发生什么情况也别听啊。哎，赶紧出去。哎，是大爷。预备，开机。炮影13场27净2次。开始。车失灵是不是一直都是你们搞的鬼，想要把我给杀了？没想到我看错了你们两个女人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对，就像拍戏以前我跟你说的那样，当你和谢宁深情相拥的那一刹那，周强破门而入，发现了你们俩人的关系，识破了你们谋富夺财的阴谋。这时候谢宁拿起一把弹簧刀，就是这把弹簧刀。这是谢宁的卡子，这样一来，谢宁就会真的在现场把周强杀死。刚才在现场，谢宁和周强吵架，你也看见了。我还会有很周密的计划把这件事嫁祸在谢宁身上。周强死了以后，我们会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，还有一个巨大的收获，你想都没想过。你想想，一个男演员在现场拍戏因为道具不幸身亡，这在全国拍戏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到那时候全国媒体一定会爆炒这件事。可是周强死了，谁来扮演这个角色？问得好。媒体炒红这件事儿以后，刘德华、张曼玉都会不计报酬争着来演这个角色。天哪！大腕上演泡影，票房收入一定可观，明白吗？明白你将得到什么吗？你将在大片中亮相，你将成为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偶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片子一定会得奖。这个片子一旦火了之后，有多少大牌导演争着抢着要让你担任他们剧中的女主角？到那时候，名车、别墅、鲜花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我爱你呀，宝贝儿。别动！你想干什么？这还不明白吗？我能和你一起把刘博杀了，当然也可以和花家一起把你给杀。可是我爱你。是吗？我就是喜欢你爱我，我就是喜欢你像狗一样对我忠诚。可是，亲爱的，现在你对我已经没有用了。
你本来应该在车祸里就死掉，可惜你偏偏要回来，所以我不得不。现在你对我没用了，你本来应该死在车祸里，可你偏偏要回来，所以我也就不得不。导演，导演，这戏我没法演。什么呀？我靠，他又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我觉得这块不合理，我跟画家要的就是意外死亡，他现在回来我捅他一刀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什么都拿不着了，刘伯之前的死也就无效了。哎，你的计划是这么设计的，现在周强回来了，发现你和他的阴谋，也发现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，你现在必须不择手段捅周强一刀。我觉得不合理，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画家比我更有理由，他害怕呀，他一失控光给了一下。我觉得也是这样的。你看，如果他杀我吧，他至少应该考虑一下，这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把我处理了。哎，但如果他杀我哈，合情合理，因为他恐惧，把我杀了打消他的恐惧感。行，那就改。这块画家捅周强一刀。画家，你不知道钱戏少吗？这重场戏给你了。我不演。画家，我的意思是说。我的戏不好，演不了这种戏。哎呀，行了。记住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十三场三十镜一次。本来你应该在车祸里就死掉，是谢宁把周强给杀了，怎么现在说改就改呀？我要是把他杀了，我不就成杀人犯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有周密的计划，这一切都会嫁祸在谢宁身上吗？可是现在要用刀捅他的是我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关键不是谁捅了谁一刀，关键是谁在这刀上做了手脚。谁在刀上做了手脚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你到底还想演不演这个戏了？哎，难道你真想让全剧组的人都在那陪着耗着？刚才跟你说了半天没有用啊，你不明白呀？不是说好了你捅周强那一刀吗？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呀？你都说出来，一下说出来，我没有那么多功夫跟你没完没了的说戏。哎，要怎么着？我这么说你两句，你觉得委屈吗？全剧组上下几十口的人陪了你一上午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你又来了，你想怎么着啊你？导演，导演，小姐，小姐，您可别生气。您这么干着急啊，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你说怎么着？你来导，你给他说戏。不是导演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是说呀，咱们这个戏现在改成现在这块儿吧，是有点问题。您看哈，本来剧本上写的应该是谢宁来完成这个动作，现在你又说上我了。这个动作由我来完成本来就不合理。不是你先别叫唤我，这不好说完了吗？他是这样的啊，让谢宁这样一个老练的女人来完成这么一个动作，而且显得非常冲动，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。咱现在虽然改成了花家，但是其实没什么根据。花家这个人物啊，不应该是强势的，他应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小女人的气质，您说对吧，导演？花家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主意，甚至是一点这个懦弱，他只不过是谢宁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玩具，被他玩来玩去的。而且那你的意思花家这么着还对了啊？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这个戏啊，导演。你在现场跟女演员献什么殷勤呢？不是，我是真有一想法。你有想法，他有想法，咱们戏怎么拍啊？都有想法。导演您先别着急，听听他说什么。我觉得周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你说。导演，您看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最冲动、最有可能杀人的人是谁呀？是我呀。那你说，你要怎么演？他这个时候吧，哎，导演，你看啊，这时候我一进来。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居然在，我一下就清楚了，我那车祸都是他俩干的，他俩一直在利用我，我这时候怒火中烧啊，我就把这把刀，我把这把刀拿在手里，我杀他，我要杀谢宁，我就过来冲着谢宁，我，我没捅下去呀，我不忍心刺下去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直深爱着这个女人，我疯了，我想要找东西发泄，我找什么呀？我看见花家了，我现在最恨的人就是他，跟我一起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要杀我，我杀他，我捅他两刀，你看，我杀。哎，导演，哎，你看他戏多好，他这反应太真实了，我杀他，我非得今天把他给杀了不行，你跑跑跑。好比你现在就是花家，你看见了吗？导演这反应多真实！你能跟导演一样你就成了。哎，我现在发现我太牛了，我自己都崇拜我自己啊！怎么样，这一切都不在意料之中吧？导演，哎，你对我刚才的表演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表现力？导演怎么了？流血了，叫救护车。有东西，导演，给送医院的，送医院。你把生命当成什么？啊？你为什么让我去死？没想到吧？你自己设计的阴谋，最终受害人是你自己。你现在还要装吗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做人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。刘博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。你的阴谋，你计划的一切，
我早就告诉他们了。啊，这过程他是导演有自己的技巧，最牛的悬念点一定是在这电影最后面。我同意。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也不是花家，我真正的名字叫李思佳，还记得李思琪吗？你还记得曾经有个女人为你自杀吗？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你不是问过我李思琪怎么样吗？她是个好女人，可是你是怎么对她的？你玩弄了她的感情，你把她逼上了绝路。她是我的姐姐，思琪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接这部戏了吧？或许他对于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玩物，是一个连死都可以拿来利用的玩物，可是你却利用他的死炒红了自己的处女座。我看到的只是他公寓楼下的一滩血迹和用白色粉笔画出的人形。我们就是想找一个机会给你一个教训，可是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容易，是你给的。从那一刻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，我玩死你！你是这部闹剧里头最可笑、最可恶的一个小丑。跟你在一起，就是为了报应。我每天对你笑脸相迎，我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，我要亲眼看到你受到惩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让你精心设计的这一切成为泡影吧。泡影，泡影，泡影。我就真的不知道我们以前认识。一定还有别的想法。难道疯狂的导演通过他精心的设计，不惜血的代价换来了他作品的成功。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您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吗？我有一个很相爱的女朋友，这是他的照片。这是他写给我的遗书。当我这部影片即将开机的时候，他得了绝症。为了支持我拍戏，他放弃了治疗，选择了自杀。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为什么要自杀。当我收拾他的遗物，发现这封遗书以后，我才知道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这部影片获得成功。在他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。
也没有豁不出去的事情。现在我成功了。我忘词儿了，我不想再抽烟了。